先得分嘛。其实杨言的剑法，我看本质上也就是这个道理。当然，以后你需要苦下功夫，提高自己各方面的速度。 你们多吃点啊！哎，尔豪，你醒了，来，快来吃点东西，我煲了汤，醒酒的啊！啊，谢谢。来，我吃好了，大家慢吃。哎，无双。 哥，你一大早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这还早啊，这都太阳晒屁股了。你在学校过得多么日夜颠倒的生活啊！这个是爸告诉我锻炼腕力的方法。可哥的速度快不快？嗯，也就那样吧。我上次看爸，他比你厉害多了。不，果然是炒了一辈子饭的男人，这腕力非同寻常。 怎么回事啊？没睡好啊？是太久没回家认床吗？还是在想那个魏明啊？不是啊，你们干嘛老把我跟魏明扯一起啊？谁让你老跟他粘在一块呢？我们是班委啊，只是正常之间的交流嘛，何联系？哼哼，嗯，少来，你就是不想对李虎负责任。哼，爸。 冷子辰在学校搞劈腿啊！我怎么劝都劝不了。愣子夫，你说什么呢你？谁理你？你不会劈腿？哎哎，不会说话你！哎，不会说话！你是谋杀亲哥呀？那你再说。哎，你别跑啊你！吃我一棍！哎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错了错了！哎呀，真是，这爸一大早出去给你买菜了，说要给你做点东西带回学校，没良心！你别跑啊你！ 我告诉你啊，冷子峰，你今天就别出来。喂！哎，姐，你坐后面去吧，让李虎坐前面。 你看着我干嘛？让他们三个大男人坐后面也怪挤的，去，去，哎呀，快点，去！千万别砸！李虎，快上车！我坐前面，我坐前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往里面串点啊！哎呦，哎，往里坐坐。
咱俩换个位子。怎么了？你们俩吵架了？你不说话会死啊！不去。还有你，眼睛别乱瞟。坐好了，出发吧。